在里面，造成了就是大家听起来你还是比较流畅，所以你好好加油，你没有那么难听唱歌，我觉得很好，真的。朱老师的鼓励哎，今天算是有鼓励到了，对，是。来，声音最成熟的陈淑华老师。其实我喜欢听他唱那个歌哎，然后我觉得圆圆其实可以把歌唱好，我觉得某些程度是因为你咬字太重。哦，咬字的部分。你把它放轻。你试着先放轻，唱唱看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好，谢谢。技巧性的问题。好，五哥。五哥，我觉得跟他的人一样，唱起来蛮甜的，对。然后我在想，就是把歌的技巧都在掌握到的话，我还觉得这种歌还蛮适合他的路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圆圆，谢谢，欢迎下一位大大。老师好，我是大大。今天指定的歌曲对他来讲非常困难哦，因为他不会普通话的那个，他看不懂。对，中文罗马拼音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滩海上，对对对，山山滩在海上，对的，滩海上啊，上海滩，上海滩。好了，那就直接来了。好，香港的，好，广东的。我觉得他唱得好从容啊，从容是真的，从容就代表有从啊，然后文化在这里，骗人，很轻松，很随性，就是很镇定，然后就是很有把握，很有自信那种感觉。从容是什么？这个真当人家文盲啊，对，很有自信。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声音。哦，你会创作吗？会啦，你这内行的，他什么不会，就会创作。哇。他有一种天生的能力，就是说他唱歌很有感情。对对，他感觉很跳痛。我真的挺看好他的，加油吧，真的很棒。好，来朱老师。那个你一开口唱歌，我就知道你有一定的段数，然后有很强的掌控能力，所以就在不同的阶段唱一些能够凸显你嗓音特点的，然后比较有感染力的歌，好吗？加油。好，朱老师，来淑华姐。因为他比我会唱歌，所以我不要比他。啊！你声音很沙，也很有磁性。他唱的确实是不错。他唱的很好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来，好来，胡哥。胡哥，我觉得大家就表现他的水准啊，就是看到他的水准，这样。
哇，平常来讲，大大总是给我们会有惊喜哦。对，今天上海滩的部分没想到，哇，你香港的也可以啊。好了，那今天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从容啦。谢谢大大，谢谢，欢迎下一位唯美。老师好，我是唯美。来，唯美。又是上海。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唯美没有自信？夜上海，夜上海，有一点被打败的感觉，就是越来越没有信心。耍酷的虎虎还是被老师揭穿了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。有一点想耍酷那种感觉，他的换气你要把它接住，你不能副歌进入的时候那两拍你就扔了。